大家好啊，欢迎翻到嚟我嘅频道。嗱，呢个行动管制令咧已经系第三日啦，所以咧基本上咧我都系好少出门噶，除非咧就系要上班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我都系希望咧喺屋企 hea 嘅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几中意病住屋企嘅。然后我哋唔识咁讲呢个疫情先啦。嗱，目前咧以我收到嘅消息啊，而家咧已经900宗噶啦。咁听讲专家讲咧，每日啊都会增加100宗咁多嘅。咁如果今日再增加嘅话，就去到1000宗噶啦。你都冇讲搞笑，真系好严重吓。然后我哋唔识，所以咧真系希望啊，呼吁大家尽量冇出门，唔系尽量啊，系希望冇出门啊。可以嘅话都冇踏出去啊。你以为而家放假咩？过年咩大佬，尤其是咧啲 Auntie Uncle， 我知道好成嘅，会喺屋企咧要对住呢个老虎乸啊，你又冇机会咧出去透气，系好辛苦嘅。不过冇办法啦，14日啫，就当系初14日监咯。Anyway， 我都知道啦嚇，呢個期間咧，好多朋友可能咧就困咗屋企，又冇嘢做嘅，好閒嘅，所以咧我都會同我朋友咧不斷啊，會製造好多唔同嘅內容啦，同埋 video 咧鋪上嚟嚟陪伴大家，希望咧可以當係減減下壓啦，或者減減呢個 sadness 啦，不得了！亦都喺呢度啊，就係呼籲所有啲朋友，尤其是 Auntie Uncle 咧嚇，冇食飽嘢，冇嘢做咧，就散播啲假消息，就講呢度邊度邊度封城啦，嗰度紅頭兵出現啦，什麼什麼直升機出嚟咧，走出嚟咬人啦，呢啲之類有咩為呢？真係未確實嘅嘢咧，就盡量就唔好去散播。最好笑嘅咧就係我今日咧睇到一個影片，就話咧有個紅頭兵呢架車咧就經過兩三堂經過啦嚇。咁呢位硬哥咧就攞起手機出嚟影咗個 video， 之後咧喺裏面就講啦，呢次好多紅頭兵啊，一定咧嚇係要佔略呢個城市，唔俾我哋出門啦、啊，見到有捉啊。咁如果你有去 check 呢一個 sabana.com.my 嘅話咧，已經講咗係冇啲咁嘅事嘅。咁基本上人哋想揸趟車去另一邊啫，咁俾你拍到咗，又話出嚟要封城啊，要出嚟捉人啦、啊，做咩啫？但係我明白啊。大家的創作力呢，大家都是小說家，大家都是寫劇本的，我完全明白大家很有才華。又或者在這個期間你可以就是拍你一日到14日的所有的點點滴滴，怎樣去度過啊，怎樣跟家人去交際啊，怎樣呢在家裡呢去學習啊，這些那還有實際一點。還有的就是記住啦，這個防疫措施一定要做足的，記住每天都要洗手，還有千萬不要碰你的嘴啊、鼻啊、口啊等等之類的，咁樣咧係好危險，好危險噶。咁仲有個方法咧，就可以 check 下自己嘅，就係我聽下啲醫師同埋醫生講咧，咁啊朝早起身嗰時候咧，吸氣 hold 住佢十秒。咁如果咧呢十秒裏邊你冇咳啦，或者你頂得順，或者你冇黑黐等等嘅話咧，咁你係 OK 噶。咁但係如果有少少狀況嘅話咧，咁就立即咧去睇醫生噶啦，睇下醫生啫，去 confirm 下嚇，唔係話你一定中啊，至少你 check 咗話有啲安心啊嘛。咁你都唔想做呢個大菌者，帶翻屋企俾屋企人噶，你話唔先？仲有啊，喺呢個期間啊，千祈咧就唔好走出去個 B 店啊、飲茶啊之類 enjoy 啦嚇，一定咧好多人就講啦，唉咁遠，唔會嚟到我呢度啦，邊咁容易中啊？中國夠遠啦、啊，美國遠唔遠啊？呢兩邊咁遠啊，咪賴嘢，所以你冇唔信邪啊，正所謂以防萬一啊嘛，你話唔聲？所以咧喺度呼籲大家記住咧 ，stay at home 守規矩，因為呢一個係行動管制令嚟噶，係令啊，係命令啊，係 order 嚟嘅。即係如果以前打仗咧，你抗令嘅話，要斬頭噶。所以咧喺度咧，祝大家嚇百毒不侵，同埋咧身體健康。咁喺度咧，我哋會盡量做多啲 content 啦，俾你哋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想下嗰啲 transaction 啦，我平時拍嗰啲 vlog 咧 ，pan 嚟 pan 去，好似好有型咁樣樣嘅咧，有興趣學嘅話咧，同我講，我都會咧喺度咧啊拍一系列嘅嘢嚟去同大家解釋點樣去處理嘅，用啲乜嘢 apps 啊，加啲乜嘢音樂啊等等咧，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噶。又或者如果想聽歌嘅話都 OK 啦，事關我自己本身都係歌手嚟噶嘛，有得話唔成？咁記住咧嚇，就係 like 啦、share 啦或者留言啦，咁樣咧可以幫助呢一個頻道咧更加咧就係成長同埋去得更遠嘅。記住就打個鈴鐺喎，因為新片嘅話就會鈴鐺嚟噶啦。我哋下一個片再見，拜拜。